近年嚟，人类咁样不断破坏环境，作为学生嘅我，好应该为到地球出一分力。去年嘅时候创立咗环保学会，透过学生低碳运动同埋唔同嘅属会聚会，让到学生嘅环保意识得以提升。而喺去年嘅时候，都参加咗仁爱堂野外长征南极考察之旅，透过喺南极嘅考察同埋参加唔同嘅社区活动，让到我都能够有机会向公众宣扬环保嘅重要性。所以喺未来嘅日子，我仍然会继续努力，为到保卫地球出一分力㗎。